我们现在所有的互动呢，正在后台持续的更新当中。当然了，也是很幸运的要告诉大家，如果被我们浙江卫视17号音乐仓库的5位音乐人选中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获得5位音乐人在现场为大家送出的来福外送，现场唱歌给大家听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。哦哟，天哪，已经40多条私信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很多很多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位老师。有一个这个潘小果发的还挺好的，他说我只有晚上想妈妈的时候才会失眠，因为我现在有我自己的孩子，才发现当母亲真的好难。可惜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妈妈，好想她就会失眠。我觉得母爱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应该要时刻珍惜的一件事情。那有的时候呢，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，然后没有留住自己的亲人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珍惜所有我们身边的亲人还有朋友。这里有一个朋友叫郑环，他说我是一名编辑，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此刻的我正坐在出租车上，还有15分钟就到家了。其实我是何洁的粉丝，是我依旧记得何洁选海选的时候唱的一首歌叫《爱你是我的自由》，想说让我今儿再唱一次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敬我们的青春。啊，我这最近我对这事儿其实感悟蛮深的，就是以前啊，就是比如说你一定要幸福啊，你是我风景啊，小永远啊，我真的唱多了我很烦，就是因为唱太多遍了，就是。我很希望在自己演唱会上我就不唱这些歌了。然后呢，我老公跟我说一句话，说你知不知道人家为什么买票来听你演唱会？我说不是想开心吗，在现场怎么？他说不是，他说这一趴最重要的那个意义就是你得唱他们的青春给他们听。已经不是何洁你是谁了，他们买着门票进来想听你唱歌是因为他想听自己的青春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想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你的青春其实也是我的青春，我们都把那个最美好的，或者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最想要保留的那一份东西，我们就留在那儿。我唱一首你是我的风景，好，送给这位叫郑环的朋友，谢谢喜欢我，谢谢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何洁这首非常熟悉的《你是我的风景》。你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都是出色。